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在诸位回返梅院那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 ，OK， 小木。你似乎很喜欢梅院，因为梅院简直和我理想中的房子一模一样。真没想到那个黑脸谭静，居然住了一间这么别致的房子。这梅院是当初义父赐给谭静兄长的，只可惜兄长日理万机，时常留宿宫中，久了，这院落也就搁置了。好，欢迎收看《生活幻想》。那我们现在要去见一起地啦。然后很久没更新，是因为大师去参加公司旅游，去菲律宾的宿务。那去菲律宾宿务的影片也会，大师会有空把它剪一剪，给大家观看。那大师不小心出国回来就感冒，所以一直在咳嗽。现在其实也还没完全好，可以勉强讲话了。好，所以。又清理了一批想翻墙进来的百姓了。不，因为是啊，想闯入宅邸。不，因为大师的喉咙还是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会话会不太多。虽然我本来的话就不多了。好。钱，王叔姑娘息怒啊！我们只是听闻禁灾解决有望，特来恭贺诸位成了九州的英雄啊！哎，是啊是啊，王叔姑娘，在小镇实在是我们太担心王叔姑娘你，才会出此下策呀。哎，我们这就和你赔罪了。但是你可得承认我们眼光总是不差的，现在看你和这位飞行小哥这么情投意合，开心幸福的模样，哎，就算你痛揍我俩一顿都值得了呀。本姑娘有说要揍你们吗？哼，我可不是那种心眼狭小之人。说吧，你们特地来此肯定有什么目的。飞行小哥，望叔姑娘，我们漂泊各城，说白了也只是想找个安心的居所和稳定的薪酬。现在你们可是伊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若是你们能帮忙帮忙，为我们多说几句好话，引荐给谭静大人。以我们的能力成为九翼麾下想必不成问题。原来两位也想成为九翼麾下，现今陶唐正是用人之际，若有机会倒是可以一试。你当真要助他们？嗯。哼，要我帮你们也可以，但是是有条件的。怎么样，要么选一个，不要就拉倒。哎呀呀呀，知道了。哎，选什么？
哦，找他弟弟的。然后这边的话要，因为武器店后面好像没得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一些这边的装备都要买一份，因为这样可以合最强的装备。饰品的话，哎呦，嗯，买一个好了，这个不用了。那我们先合一下吧。萧光玄剑凝刃，可神化。哎，我是不是按错了？哎，不是，我按错了。破零，哎，哦，这个啦，啊，刚按错了，好，又不够了。傲魂，好。渐能知晓掌控。OK。耶。只能想想。最强武器 get。我是想说副手也买一个啊，又搞砸了，可不是挨个揍就能解决的。我没什么钱买。我们怎么这么命苦？好，这样好了。也还有我。希望飞行哥哥能拿到我的礼物。感谢神灵的恩赐，我一定会好好使用此物。希望飞行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讨厌，没听到。这两个姑娘是谁呀？叫哥哥，倒是叫得挺顺口的。看来云大哥和飞星大哥已然成为众多女子心目中的良人。你倒是笑得开心。蓝香姑娘，你还是别笑话我和云兄了吧。
愿神灵庇佑九州，愿静幻从此绝迹。你之前啊，明明喜欢谭静大人的。我现在依旧仰慕谭静大人的风采，不过他实在是太难亲近了。若要论婚配，飞星哥哥与我年岁相当，自然更合适。这么急着出去，到底是去办货还是娶个小妖精？不是给你土石草了吗？等他回来，你问问他。谢谢你们为九州、为神灵所做的一切。好，来来来，只在切磋，但拳脚无眼，稍后若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。我连一点小伤都承受不住，还怎么上战场杀敌？请赐教吧。 OK， 我们看一下霍天的招式长怎样好了。不堪一击，哇塞，我行我道。
啊，就这样。强者们对招，果然痛快。不错，有空请随时来指点我们几招吧。好。指环隐现光芒，得提高警戒才是。怎么？为什么有光芒呢？就是你们解决了靖王，你真是九州的大英雄啊！帝君既掌握结局，哦，有一个支线应该是这个，哟，找到了。卷气。帝江，刑天，好，好像差不多了，没什么支线的。把身子养好了，哎，我走回来了。好事，人该进了吧？若真如此，城里恐怕有不少姑娘都失望。
哦，我们走回来，哈哈，好，很快转，应该在这里。可是我记得，谢谢你们为九州、为神灵所做的一切。应该是这里。应该有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有知道。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对话，好像没有。对，没有。单纯的跟他打架而已。好，请多指教。就这个卷气又拿到同一个一样的，好，我们可以进主线了。哎，走错，我还不通的哦。哎，走这边的时候有点累个。像之类的，没有了，好，走吧。让诸位久等了，方才于正式迎回了一位旧部，倍感欣慰。在场众位或闻其名，或熟识其人。普方将军，阿父，帝君之德，四方归心，恭贺陶唐在天勇将。好，好，普方，你可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会如此突然？他就是呆子的阿父。方才出门匆忙，这身衣裳不知可还适合。陶唐正值用人之际，普方将军愿意重建风铃军，实乃于之一大助力。飞行云卿，你二人协同上神，共同挡下靖灾之事，以传遍九州诸国，为百姓带来莫大希望。接下来
只要能让战火消停，混沌幽鸿自然渐渐退出，九州必可回归安宁。为达此目的，余欲交付重任与你二人。飞行云青，你们可愿接下星之御史身份，待余出使九州，匡正星辰，米平战祸，救百姓于水火？小民愿意。救危解难本是我辈之责。予以邀请诸国首领前往青山别宫，届时你俩随余同去，助于将靖之真相公诸于世，协议诸国停战。是。虎父无犬子，虎方，你可教出了一个好儿子。阿父。虎方，傲狠一世你也该放下，你父子二人自别后各有经历，待你将村人都安置妥当，不妨找个时间和飞星好好聊聊。是，帝君。王叔。在。自不周山以来，你一路助于不遗余力，又与兰香情同姐妹，于有意收你为义女，不知你是否愿意？愿意，愿意。如此，你今后便与香儿同患于一生义父吧。是，义父。如此非常时刻，百姓们需要更多振奋人心的消息，予以昭告四方。陶唐将于龙庭施行日临大典，届时需借你二人星轮之力驱散混沌，重新连接与天，沟通之道。香儿，此事由你全权负责。香儿定不负义父所望。好，前往祭台。日临大典，哼，现在金乌族倒是风光。怎么？自那日东极发生变故算起，我们真是许久未见了。
停步，停步，不可再往前了，不可再往前了。日林大典，哼，停步！现在金乌族倒是风光。停步，不可再往前了。为什么这边东西这么多啊？停步，不可再往前了。这边的话，最好赶快收刮一些东西，因为这边已经快离结局很近了。这时候把一些玉全部都吃掉了。我们现在绕地图，看有没有什么宝物，赶快收刮收刮。停步，不可再往前了。好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这对于飞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至少误会解开了。幽冕，你方才不是有话想和小飞星他们说吗？总个档，小飞星，你可终于给自己找了个漂亮的媳妇儿。老头子，就算现在死去，也可以瞑目了。宗伯，我，你别笑话我。傻小子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哪天大婚可得记得叫上老头子啊！还是现在看起来比较好吃，一动不动的样子，老子见了都没食欲。你知道吗？那笨小子一听我，真不愧是傲。亲戚。千萧总是三句不离那个
我俩残魂说不准何时。可恶！不可。孟女仙，孩子，那幽暗之力正与日俱增。我会的。只是，单凭你，神女无需担。那孩子。存档。小雨，扎阳哥哥，我好想你呀、啊！虽然早就知道细雨并非常人，可她居然是日神的妹妹。你还知道想扎阳哥哥呀、啊？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，可让大家都急死了。细雨不是故意离开这么久的，只是后来想回去东海找哥哥的时候，飞了好久也找不到白鸟国。此事也不能怪你，你离开白鸟国不久，红桥便遭混沌遮蔽，我陆续派出信使，皆未回归。一齐，没想到你能重新连接人界与白鸟国的通道，是借助南北斗星轮之力吗？却如朝阳上神所料，混沌之息蔓延三界，水患扩及各处，白鸟国位于天人交界，将此灾看得最为清楚。如今除了天人两界所有通道接受阻隔，白鸟信使亦无法登上天界。据我所知，天界也正与其抗衡，故对人界相帮有限。混沌苏醒，实乃人神之共解。无论如何，余会坚守人界最后一刻。既然你天命将尽，此物或可助你择选继承天地之书者。多谢上神。此事既了，来，小雨，和哥哥回家。朝阳哥哥，我现在还不回去。细雨想要帮助小飞仙和汪叔姐姐他们。而且要是细雨回去了，霍天哥哥会很寂寞的。小笨鸟，你胡说什么？花皇族男子。小雨，人界动荡，你继续留在此地，哥哥无法安心。朝阳哥哥，你曾经说过，只要细雨长大了就可以和哥哥一样漂亮。可是细雨等了又等，还是没有长出亮晶晶的羽毛，所以细雨要努力长大，总有一天细雨会像朝阳哥哥一样漂亮，一样厉害，受到大家喜爱，当时细雨就会回去找朝阳哥哥的。小雨，你还是如此在意身上的羽毛颜色，你真不愿和哥哥回去？朝阳哥哥，细雨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
你是蛙皇族的后裔吗？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在此处，但小雨似乎很喜欢你，请你好好照顾他。哼，照顾一只小笨鸟能有多难？要不快走。云兄，睡不着吗？嗯，有点在意韩荒国近年的记载。云兄是指韩荒国一向与陶唐交好，后来却忽而反目成仇一事吗？此事确实奇怪。白日同云兄阅卷，卷上之由竟写得含糊不清，着实令人费解。云兄曾经去过韩荒国吗？不曾，只是在细读之时总有些莫名的感觉。难道会与云兄你的过去有关？我不知道。云兄，虽然我不曾参与你的过去，但与云兄一路行来患难与共，默契渐生，我早已将云兄视为知己兄弟。无论云兄过去为何，今后作何选择，我都愿陪云兄一起面对，还望云兄不嫌弃，也愿让为弟随时为兄长分忧。即使我来历不明，即使我曾亲手试试双手染血，我已听兰香姑娘说过，雀鬼那人如此对你，若换作是我，恐怕也会与云兄一般作为。在东极国，是云兄你激励了曾一度绝望的我。我知道云兄看似不问世事，实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，对米平战火之事也颇为关注。如今我们成此重任，若能继续携手同心，必可为九州百姓带来福祉。或许真能如你所言，我也不该再逃避。云兄若对韩荒国有兴趣，我也来帮云兄找找相关的卷藏。无妨，夜已深沉，此时翻找怕吵扰他人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那我们明日再继续参加，云兄也不要太劳累，早点就寝。云兄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为你解毒，并衷心期待有一日能和你把酒畅饮。在此之前，我会努力研制茶品，还请云兄不要嫌弃。多谢。韩荒国雀春与那人是否有关联？整理思绪，这边的剧情也太长了吧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到这里好了，好了，希望没看坏掉频道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记得铃铛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就能追踪到最新消息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